发了一篇说有没有人要用九折跟我换小赖的卡，有一个人说他愿意用黑九折跟我换小赖的卡，但他要面交，然后他人在香港。我现在立刻要到这，我现在到香港。你们是要跟我们交换小卡吗？我交钱的时候，你真的有九折的小卡？有，还有表框哎、欸，是吗？他可以现场帮你签名。哦，我以为是诈骗哎、欸。陈零九、邱风泽、黄伟晋、小赖、赖燕居和娄俊硕五人因为狼人杀游戏结缘，最后因为同样对音乐抱有热忱，一起组成 W0LFS 五间情，深受粉丝喜爱。罗俊硕前段时间开箱五间情所推出的新一批 Royal 后，因为没有拿到稀有的陈零九与邱风泽 CP 小卡，罗俊硕在 Thread 上发问，有人要用黑九泽换小赖的吗？没想到竟真的有在香港的粉丝回复，疯狂的罗俊硕更是直接搭飞机去与对方面交。热爱拍摄短影音的罗俊硕也完整记录下直飞香港面交小卡的疯狂影片，在与粉丝约好后，娄俊硕特地联络小赖一起飞去，两人一在香港落地就直奔到约定的地点准备交换小卡。当粉丝见到娄俊硕与小赖真的出现后，忍不住惊呼，我以为是诈骗。好疯哦。那天抽专辑的小卡没有抽到最稀有的九折，所以八号是我刚发了一篇说有没有人要用九折跟我换小赖的卡，有一个人说他愿意用黑九折跟我换小赖的卡，但他要面交，然后他人在香港。我要过去了，今天是两天后的早上七点多，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香港面交，期待吗？好疯哦。我现在到香港面交完就要去了，就跟他约在铜锣湾的素食店玩。他穿怎么样？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说他穿卡其色。卡其色。你们是要跟我们交换小卡吗？我交钱的时候，你真的有九折的小卡？有，还有表框哎、欸。是吗？他可以现场帮你签名。哦，我以为是诈骗哎。对不起，要求太多。面交成功，任务达成，回家。当天来回真的好累哦。人生一次。